没想到女生都这么肤浅，肌肉谁没有啊？再怎么练也不会超过我的小老鼠。你给我滚！只要有钉钉在的地方，我就注定要变成空气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跟钉钉比呢？我刚刚是在做梦还是幻听啊？我让你看到我的黑暗面了，学长，可以拜托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？请看实习医师窦格，由娘家蔓越莓圣洁莓益生菌冠名赞助。